僵尸全消灭了吗？不对，不但没消灭，而且越来越多。天哪！边打边撤，边撤边打。我们要用运动中消灭敌人，再爬上去。这个集装箱就是我的老巢。我的天，都爬上来了，速度太快了吧！哈喽大家好，我的雷哥，今天玩的是 VR 求生之路。这个游戏可以单人，可以多人，最多只是四人同时联机。那这一次我们是玩的单人游戏，进入。虽然是像素的，但是里边的也场景感觉像大片一样，那枪声特别的清脆。我们打开开关，哦，这样就进来了。这是一个废弃工厂，这工厂里我们看一下，到处着了火，而且到处漏油。为什么？因为僵尸占领了工厂。僵尸在哪里？有我在，不用害怕。我要会恢复工厂，解决这个难题。来了吗？看是不是吓得不敢来了？哦，还不是。来了两个，马上干掉。这边又来一个，哇，他们从楼上直接跳下来，难道不怕跌死吗？哇，你这个枪声脆不脆？子弹不够多了，什么时候给点子弹呢？我的天哪，一个个长得歪瓜裂枣啊！这些人都被同化了，这些人应该是原来工厂的工人，被僵尸传染了，所以说他们不分敌我，竟敢向我进攻，我是来帮你们的。下去找子弹和枪，没有子弹和枪就悲催了。我的天哪，你们猜这是什么工厂？看到没有？对，是一个糖果工厂。你看这一堆圆的秋坛，我的天，黑了，坏了，有大事发生。拉开电闸，抓紧时间武装自己。他们那个像素速度，前进的速度非常快呀，上集装箱和下楼非常麻利。来了没有？来了，说曹操曹操到，但能够支持到最后。我最害怕的是一波大波僵尸全都围过来，那除非有一把好枪，不是两把好枪才能应付得了。子弹不限量就好。我的天，你看他们队伍很整齐，往上爬。这个时候没有枪，有把刀也行，一把刀把他们全部干掉。我的天哪，我的集装箱被他们占领了，快跑！又来了，穷追不舍呀！上去。像素的僵尸的游戏非常多，有喜欢我们可以再更新一下其他的。继续打啊！僵尸全消灭了吗？不对，不但没消灭，而且越来越多。我的天哪！边打边撤，边撤边打。我们要用运动中消灭敌人，再爬上去。这个集装箱就是我的老巢。我的天，都爬上来了，速度太快了吧！这次他要 game over 了，果然被干掉了，返回基地。如果有把冲锋枪，就好多了。至于最后被干掉，像素的游戏，我们前期玩过《救急公司》，
还有多款正在更新，我就怕坑挖多了自己填不过来呀，所以这类游戏更新的比较慢一点，不敢开更多的新游戏。好，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这款游戏记得在下方留言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